内聚啊 ，spacing， 黑体，什么意思呢？是文字距离边框的距离叫内聚，了解哈？文字距离边框的距离叫内聚啊。这个呢，三条蓝色光棒啊，选好了，这个呢，我们就去学。好，里面的内聚黑体。好，内聚的没有讲，就是全部都讲，对不对？啊，没有讲。六像素文字距离边框的距离啊，颜色三三三啊，颜色就在这地方，我们呢去改成了三三三，这里啊是贴许啊，贴许里面的贴许的颜色，颜色在 T 颜色，好给大家指，好三三三这个。背光塌了。这边呢，你要位置上来。这个呢是整个版面，这个是文字，这是对边光上下转边光，这个呢是所有的背景，背景颜色、背景主冲锋在这边。那其他的更多的就在这里了啊，这个背景色啊，我们题目呢背景色就改成了969。九六九。好，这样子这一小题就做完了啊，这一个表层的部分做完了啊，存档。那要看样子呢，也不是啊，建议大家去里面呢重新整理一下。这样子出来了。做了。这个我觉得让它空间大一点。我们并不是拉表格给它拉大，也不是呢把字放大，我们是要控制呢这个字跟呢边框的距离，就要用 TD 来。所以呢，你的思维可能呢要改变。第二呢，从以前的用 Word 方面的思维去改，哦，是放大放大，然后是距离再去加宽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只要用这种方式啊。好，我们就是一样，三条蓝线啊。这次呢，你要去选它 TD。你既然知道了做储存格，所以你在这边不点呢，你可以直接呢去打，就打一个 TD 就好。好，因为呢，我们就一个 TD。TD 呢就代表所有的 TD 都会生效。好，按一根 N 的键，那三条蓝线都可以选出。好，一样，这个呢我们的内聚六像素，内聚呢就去把它拉下。六像素，你这边打也可以啊。好，这个呢一打以后呢，就是看这个文字距离这个边框的距离是六像素，左边是六像素，右边因为呢我文字靠左，所以不可能这边靠右。那这边的上下左右都是六像素，你看每一个储存格就按照这种方式啊，六像素做出来。文字颜色三三三，文字水滴，所以呢我们在这地方呢就给它三三三。好，文字颜色改变，然后呢背景色七些，背景色就在这地方，背景色啊，想到颜色红橙黄绿蓝靛紫，想到背景图是 JPG、PNG 啊，是 GIF 档啊，这些只有哪一个放在哪一个，你要看清楚，千万不要混淆啊。背景，我现在是背景颜色七七。好，然后字的大小啊，字大小随 T， 方 size， 方 size 字的大小，那一样先给单位，再给呢值。
子我们这个呢主城阁这边呢就做完啊，主城阁的部分做完啊，这集呢做完，送了两期就重新整理一下。好，来这边来这边去。好，看到一些呢用去调整啊，就不是很适当啊，你看一下。好，画面修改好。如果说我用的是中微本来说，好，我看先回到从这地方点到最亮的，就是你目前使用中的啊，切回到档案。那我们是现在做2:4:2，啊，我再去增加月线面积，另外一个月线面积哈，我就 index INDXA。我就打一个另外一个了，然后是跟他使用一下，然后要尽量下打开。你看这样，我没有中微本是很方便啊，插入一个表。啊，你有没有在这边点一下插入一个表啊？五列五栏啊。啊，那这边呢选五列五栏。啊，里面呢，如果你知道呢，就给他360小时。啊，边框为一啊，等于。这个呢，表格都会跑到上面。我进来是吗？还是往那里？你看上面两行重新来。那你最快的用这个就不要啊，点着它按比例键马上就秒重新来建一个难快啊，2:4:6间新建一个档案 index B 啊，快点点下档案啊，有没有在这边点一下联动呢，我就插这个啊，插入表格，主列栏现在就不变了，就做这样子不是就好了吗？好了以后呢，就将这些档案复制贴上去。这些呢，你要不要摆上？你根本就不要理它，系统啊自动会去调整。就说哎呀，这个怎么变成两列了？不用去理它，你先把全部该用好的都做好。全打啊。然后我们不是说这个要表头吗？啊，表头直接在这边做啊，看一下，好像给中位。好，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当成表头，先讲这边呢打勾。好啊，这个呢表头要推算。好，我说小熊全打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再来去设定这个呢切取。你看我这边是不是切取都做好？我这边叫打个勾做好。就是说，有时候军微本是很贴近人的界面啊，直接就帮我们设定好。但是呢，如果说你不熟，可以用这种方式；熟的可以直接就到这边来做啊，都是一样。然后呢，就再设把接 TT 可以再设一设。OK。可以开始练下一点啊，2:5:1。相关的文字呢，请你到我们的分享家来去取。啊，文字呢只有几句话啊，关于我们最新消息产品。专区服务专区联络我们哈。
来看一下，你呢只有给你文字的，什么都没有给你。你看呢，要你做出来的结果，如同画面啊，画面切下，让你呢做出这种结果出来啊。来，听完。好，我们的下。